黑香蕉放大800倍，远离癌症就吃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微观小韩。昨天一个小朋友给我发私信，香蕉皮发黑后还能不能吃？应粉丝要求，今天我去超市免费拿了一根黑香蕉，取好样品，通过显微镜放大800倍。 随着显微镜视角，我们可以看到香蕉的水分非常多，果肉细胞特别绵密，没有发现什么杂质。我们再来看一下香蕉皮，香蕉皮发黑是因为香蕉含有一种酚类物质，当香蕉皮受损或者长时间存放时，里面的细胞会遭到破坏。 此时就会与氧气发生氧化反应，产生黑色素，香蕉皮就会变黑，但它不会影响果肉食用。多吃香蕉可以给我们补充维生素，润肠通便，甚至还能抗癌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视频，请给你身边的小朋友看看，谢谢。